红马拉面哦。没吃过猪，也看过猪走路吧？没看过人生走路。哎，我是不是要被骂了？我没有看我。没感觉。那草莓，要草莓吃哎、欸。Hello， 欢迎来到 P1 日常，我是 P1。现在呢，我人又在韩国了。今天是我们在韩国的第一天。同行者艾博，艾博是谁啊？这次呢，旅伴呢是艾博跟火鸡。然后因为这个月呢免签，所以我们就趁八月的最后一天呢来到了韩国。赞赞赞！然后现在天气非常舒服，大概就是23度、24度，穿短袖刚刚好。对。他这个一直流汗。然后我们现在在等火鸡，他下去地铁上厕所，但蛮久的。他超久。要干嘛？我开玩笑的，我看看吧。大家看今天的天空，超级舒服的。现在的弘大地铁的1号出口这边，9号就是比较热闹的那一区。要去吃一间火鸡推荐的二代竹马铃薯排骨汤，赞赞赞！为什么我们第一天就来弘大呢？因为要用头发。对他特地把他头发留着来韩国用。对啊，火鸡可能也会剪头发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敬请期待艾博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想变成原因？没有原因。重点是这个是24小时的，好酷哦！我们已经进来了，就现在里面没有开冷气，所以我们选窗边的位置。是中份的，中份大概就是3人份到4人份，然后我们点了一个面片，然后开冷气，终于开冷气我们吃饱出来了，然后午餐时间呢，里面满座。结果我们走出来的时候呢，外面比里面还要凉耶。我们现在吃饱了，准备打。有啊，有啊。我们要去，现在要去用头发了。好期待等下艾博会变什么样子。火鸡等下问一下，因为他没有预约。如果有的话就点。对，如果没有位置的话就先不用。哎、欸，这件好漂亮哦。艾博叫我帮他记录一下，赞赞赞！10年后再拿出来看，火鸡可以剪呢。他紧张哦。紧张什么？啊，你想好发型了吗？就跟你们一样啊。我们要变成三兄弟。现在。艾博在找照片吗？我叫他找照片，他没找。现在阿伦两边跑，刚翻译，好好笑。他现在在烫头发，然后他前上面那台机器让他很热，把烫头发掉。跟大家说一件事情，刚刚艾博本来已经选好，他要染深色了，结果染到一半的时候，阿伦跟他讲说：“你染深色来韩国干嘛？”没有，他之前犹豫，他一直犹豫、哦，对对对，他就一直没有很开心的感觉，一直问说觉得深色好吗？对，后来我们就直接跟他讲说你要就赶快，老师已经上色了，结果刚刚去洗掉了，把染剂洗掉了。阿伦现在目前去工作，然后艾博还在染头发，我跟火鸡呢要去逛对面的大创，因为听说这边的大创呢有玩具可以买，宝可梦啊、蜡笔小新之类的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去看看到底有什么好买的东西。如果大家有来韩国的话，就可以注意一下他们斑马线有2条，就是有分两，因为现在没人还好啦，如果人很多的话，那个设计还蛮赞的，就不会撞在一起。今天天气真的不错，就是被阳光照到会热的那一种，但是在阴影的地方不会流汗。大创到了，哎、欸，这个很可爱，是宝可梦的设置。我刚才想说，为什么小火龙长这样？对，因为它是可以折成像这样立体的样子。
我去逛到去拿袋子了，是要买多多。你看，超可爱。这是杯垫，杯垫超可爱的，它有各种图案。虽然说它的材质是那种布告栏材质，但两个才1000块，大概才25块，所以一个才10块钱，超便宜，一定要买吧。这个拖鞋是一边穿一边拖地板吗？我今天买一个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像牛棒，等下再喝看看。他看竟然跟我说这是人参 ，Hello， 人参长那样。我是穷人，我没吃过人参，没吃过猪也看过猪走路吧？笑死，我没看过人参走路。是什么？这很像 U someday。U someday 是什么？就是阿嬷之前煮的，里面会有各种中药材。哦，算喝起来像中药，对，微微甜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现在我跟火鸡来到了 Covernet 买衣服，因为我们每次的计划呢都是不要带带头衣服，直接来这边买。火鸡买了一件衣服，很好看，而且打折打超多的，因为原价你原本已经想好它是45000，大概就是台币1000块左右，结果它结账的时候只有31500，等于台币大概710块而已，超便宜。赞呢，很赞，也蛮帅的。现在艾波已经用完头发，然后我们约在这边跟他会合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等一下艾波到底会用什么发色来跟我们见面。艾波辣妹来了，艾波辣妹来了，哎呦，红发辣妹哦，辣哦，哎呦，一波哟，好辣哦。哇、哦，红哦，你头发流血了，欸、很好看、欸，很好看哎、欸，流血，比想象中好看很多很多很多。我帮你打薄了，对不对？帮我打薄。我觉得变得很利落的感觉，因为原本比较蓬的话，就是这边看起来比较宽、啊，然后现在这边变窄了，好看哎、欸，很修脸型。嗯，变瘦了。现在来到火鸡的天堂了，泡泡 mart， 火鸡开麦，火鸡开麦了。他说这个系列他只有一只，所以他也是买10盒。这两个人不可能看到袋子也高潮吧？他们看到袋子很惊讶，好可爱。所以在台湾没有袋子是吗？啊，应该是说没有他们的专卖店。对，没有、台湾没有专卖店。哦，难怪，笑死！结果结完账才发现还有2楼，火鸡又要发疯了。楼上好像真的比较厉害，真好可爱哦。加菲猫超可爱的，13000，大约是台币300块左右。这个很特别，它是买罐子，然后可以装到满。然后这个大概是台币1000出，这个装大概可以装15到20只，所以一只平均算下来大概50到70块。我家买罐子了，你要买大罐还是买小罐？小罐，大罐太贵了。我其实要买85000了，赞赞赞！它竟然要计时3分钟哎、欸。我装满了，我已经装满了。哎、欸，你要这么仔细看。其实根本不用那么久啊，不要那么紧张。刚刚我们还是很紧张，就他装30秒就装完了。现在大概是6点左右，然后我们在等晚餐时间。艾博说要吃烙捧年糕，路边摊。现在是在9号出口旁边。嗯，好吃耶！人家又来了。我们现在来拍贴，赞赞赞！这是6格4格，然后跟最基本款2格4格这样。大家要整装一下再投钱，因为他投钱马上就开始倒数。看选背景色。两张都是阿伦扯后腿，哎、欸，干嘛、啊？两张都是你、啊，我们拍6张就只能选这4张啊，算了算了，我们5个人选6张，多1张，所以就把它贴。梅花式龙舌，艾波这件好适合你哦。太少女了啦，准备要来吃晚餐了。刚刚买了一件衣服跟裤子，我本来想说要买多件一点，但是他们现在全部都换季了。才9月就全部换季，所以呢完全买不到短袖，全部都是厚的那种棉 T。 我们来吃这一间，不知道怎么念。我们吃的这一间是吃到饱的，这边的肉呢就是有腌过跟没腌过的，看你要哪种方案。像上面那个就是只有腌过的肉，下面那个多1000块是有加原味的五花肉。喝酒喝酒，赞赞赞。谁上火啊？真的，真的，我耳朵看起来真的看不出来。好了，
温懂就好了。Oh, okay. OK， 那我先吃咯。好好吃哦。有吓到哎、欸！哇哦，伦家好会烤哦！我觉得它酱也是一种精髓，因为它有点甜甜的。那个剪刀稍微剪一下。不能叫它，可以把猪肉放在冷面上面再吃。哇、哦，好好吃，本来是见面一下。好吃吗？有那么夸张？没有没有感觉。现在换我来吃，这是冷面。而且他们跟以前变差。丰富的感觉，有层次。现在火鸡要试着叫酒了。超标，超标。看他吃谁哦？成功了。这个是辣味，大家来吃看看好不好吃？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。我们刚才吃辣味，但不会到非常辣，就是微微辣，但是它有一个辣香味。如果喜欢辣椒的味道的话，可以点辣味。我们结束了晚餐行程，小心啊！哎、欸，我是不是要被骂了？没有，他没有靠我，他没有靠我。接着要去 KTV 唱歌，然后听说他们这里的 KTV 可以不用像台湾唱三四个小时，他们可以唱一个小时。爸爸，对不起，你爹呢？我要唱。Sandy 说这个很好吃，草莓的，是什么意思？这、就是一个品牌的名字，它有三个口味：草莓、水蜜桃、百香果。所以草莓最好吃吗？草莓跟百香果。好，等一下试试看。它是推草莓，但我们买水蜜桃。哦，水蜜桃很好吃。好好吃哦。煮啊。草莓很像在吃真的草莓的感觉，很像真的草莓，像草莓汁哎。因为有酸度，不会是死甜的那种草莓。吃得到草莓籽。Oh my god， 超赞好吃。重点是我们一加一，这一只才四十块而已，40块，所以两只一只台湾会大卖，一只20块而已，超便宜的。我们又买了衣服，赞赞赞！现在大概是晚上10点钟，宏大还是非常非常的热闹。我们来这间唱歌的地方叫做秀，未满19岁，9点之后不能来，所以你们来的话记得要带护照哦。我们是8号包厢，哦，而且还可以去楼上唱歌哎。这里的歌也太新了吧！上礼拜 Twice 有新歌，然后现在就有了，超快路上还是非常非常多人。今天才礼拜四，对，明天要更嗨，明天超嗨。好，我明天要嗨一点。明天要嗨吗？嗨啊！明天他喝醉，我帮你们嗨。那今天宏大一日游呢，真的是蛮随性的，因为我们本来都没安排行程，因为爱波染头发要非常久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就随着时间随波逐流，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，还有记得追踪我们的 IG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